哇，不要！拔下龙。抽到有为止。会长师傅刚，哎，这里你说灰子宫抓神兽有料哎，别哦，走啊！各位神兽就是要看缘分抓的，来来，灰子宫大队前进。哦，基因之听没错，哇塞，这里特别尊爵不凡呢，很有科技感。来了各位，我们现在要来抓神兽敲梦了。今天我准备了一个非常豪华的组合，灰指公大队，给各位介绍我六名宝可梦。首先皮皮，不变之石硬拉，技能只有一招灰子。下一位还有进化型皮可西灰子，幸福蛋灰子，布鲁皇灰子，卡比兽灰子，以及中100点的波克吉斯一样灰子。这边来告诉大家，我们连抓宝可梦都要靠赛，看我的灰子大队来成功收服我们的传说精英宝可梦超梦。 Let's get 啊，绝对不用大师球，来吧超梦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，让你们看看灰子的强大，灰子的威力。但你们有想过吗？搞不好我连灰子都不用到，心机球一波带走，来不及握手，再见。纳尼？对，我还在做梦。我告诉你啊，超梦，我等等会使用什么技能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你要小心点。让你看看我的实力，灰子，嘟嘟嘟嘟，双刃头锤。恰暴打，哼，知道我的实力了吧，超梦。皮皮秀他，皮皮把他打到残血吧。皮皮你干嘛？皮皮你做什么？来了，这次你甩到好招，吸取力量，哭啊吸奶，哇哦，直接吸满。灰子，接棒，你干嘛？哦哟，皮皮，那你使用的接棒他走了，没事，皮皮叫你大哥出来，皮可西上场。哎，皮皮不玩没关系，我叫你大哥来，来大哥也是灰子，皮可西把他打残血吧，就可以开始抓了，秀一下，攻击指令，哇哦，你干啥？各位。这次一定不会有内鬼吧？让你看我皮皮的实力，来皮皮秀他。这什么？这招看起来很强哎。这是哪一招啊？这是刚系的招吗？哈？哈？阿尔宙斯的大招？灰子这么强的吗？哇，三重攻击！哇，哎，好强！不是啊，这个灰子是鬼吧？太猛了，皮皮，你真的太无情了！各种灰子神技，那个皮皮会阿尔宙斯大招啊，还有预知未来！我操，怎么都这么强的招？你住手啊，皮皮，不要打太大力啊！彗星拳，我操！这是皮皮吃药是不是？没事啊，等一下打下去他还不会死啊。皮皮别起杀心，你冷静。但皮皮不要不要不要！干干皮皮，你不要动那么强的招。干还好他不怕格斗啊。干他都用100120的还是怎样？不是，他每次都100120的招是想干嘛？可恶，怎么办？是不是再探一下？我觉得再弹一下，下一招应该不会太痛了。哎，冷静，皮皮冷静 ，OK， 完美。哎，皮皮，你是鬼吗？就是现在了，红血加冰冻。干，这真是粉红恶魔吧？干，怎么那么强？没有，预知未来已经炸出去了。干，不能再贪了吧？不能再贪了吧？还是没贪一个手下留情，或是上个 buff， 好像可以耶。
OK 啦，超梦很没那么容易死了。嘟嘟嘟嘟，来抽奖了 ，OK， 喷烟，完美吧？来，哎，超梦，这次我是认真的要把你收服啊，你别得意啊。是你们不要小看我粉红恶魔、啊，来，心机 boy 直接带走。哇，他等一下超梦是不是生气了？他现在直接不演了。等等，你放个辅助技能吧。皮，可恶！他被我上一把的交战记忆，他很愤怒。来，粉红恶魔三号，幸福的 egg 来了，我是幸福的蛋，血量550，真正的大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准备要发飙了，爆音波啊！哎，幸福蛋，等等，可以飙这么大声吗？死缠烂打，哦，小心点啊，超梦！等一下，这招该不会打到底吧？这招是会打到死人的招吗？哎、欸，没事，哎、欸，各位不要紧张，不要害怕，我们还有三回合的机会 ，Go！ 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么简，撑住啊，超梦！超梦，你的自我再生了，你怎么忘记了？超梦不行，你怎么忘记了自我再生？我记得初代白银山的只有啊，你怎么忘了？梦梦一场，哎，超梦四号，让我看你的实力。哎，他现在见面就一直精神强劲打我，我扛不住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来，粉恶魔，秀他，给他来个大的吧。头子，哎，等你干嘛？你做什么？嘟嘟嘟嘟，有了力量宝石杰克斯。哇哦，特效不错哦。OK 啦，真不要甩到什么二系或是虫系的招把它给秒了，或是幽灵系，没那么容易甩到啦。这里刚刚好，进红系，影子偷袭，等，完美。各位，这就是皮皮的实力，皮皮安心的去吧。谢小关萨达科。幸福蛋挥出了终极，我看你是欠灰哦。来啦，上个睡眠吧。我看你是欠灰哦，来睡觉。等不，这边我觉得该上个睡眠或麻痹了。啊？哎，卡比托这招不好呢，这招你会给我时间压力耶，卡比托。卡比托，你想一下，还是我们这边再换个天气吧，塞个日照吧。嘟嘟嘟。哇！不要！啊 ！OK， 各位，他进入我的斩杀线了。早跟你们说哈，他很虚弱。我早跟你们说，冰雹营地型。耶、yeah, ！抓到了，我有超梦了。我们这边先庆祝一下，我们终于在今天2021年12月12号下午5:47成功收起了关都所有的土建了。耶、yeah, ！关都151全部搞定。